2020年度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今晚举行 ，Ega 在下一城赢得叱咤乐坛女歌手金奖，对上一位女歌手，同时赢得歌后同埋唱作人金奖，已经要数到1996年嘅王菲，而许廷铿、侧力啊、冯允谦同埋林家谦出道9年，首度赢得叱咤乐坛男歌手金奖。佢知网民依然对乐坛有期望，藉住颁奖礼感谢乐迷。至于叱咤乐坛组合金奖，就系 D&J 夺得，吉他手 Harry 将功劳归于幕后团队。